很帅哦，袂歹啦，体格好，搁礼貌，人哦，真缘投啦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啊，嘛感觉伊足缘投的。啊，恁两个敢真是讲伊求你，啊才熟识？对呀、啊，就像那个拍电影一样啊，很像英雄救美，对不对？真是哦，女大不中留啦！啊，就规个心要走遐去啊！爸爸妈妈是算第几位啊？哈！饮下水果啦！好啦，我靠，不哩单吃水果，紧！真的是感谢他们！哦，你们两个都在聊什么？聊得那么开心啊！爸爸在跟他说啊，你护校没考上。结果学校还让你去念书的事儿，好吧，你干嘛说人家的糗事的？这哪会糗了？你想想看，你没有考上护校，学校已经通融你，让你选科系，已经很不简单了。哎呦，那就是第一次招生没有满额，人家让我候不进去。你这样子啊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像我们原住民啊，有加分的、啊，考试也不一定考得上啊。像我。我就不是读书的料，在我们消防队里啊，我能到处去救灾救人啊，那才是我最拿手的呢。张先生啊，你说你在消防队工作？是啊，我们到处去啊，跑来跑去救灾救难，我的体力还行啊，上山下海的事情都难不倒我的，而且。我能做我喜欢的工作，我真的很幸运的。他真的很有头脑，对不对？张先生，啊，消防队是不是很危险啊？我们到处去，救灾救人，的确有它的危险性，但是。我们很注重安全的。对呀、啊，他常常跟我分享哦。他说啊，我们护理人员在开刀房啊，或是急诊，就是第一线，跟他们在火场是一样的，所以要非常的小心。只要一点点不小心啊，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所以安全第一，对不对？从我们家出来，姨就不太说话，累了。是啊，我是有点累了。妈，爸，我回来了。阿吉啊，吉啊。你真正是怕什么？跟张文燕认真交往哦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啊，你无卡早讲，伊是消防队的啦。消防队有什么关系吗？哼，哎，当然有关系啊，还足危险的呢。哎，工作的时间也无稳定啊，你跟这种人交往。他每一天哦提心吊胆呐，妈，消防队跟护士一样都是在救人呐、啊，虽然比较危险，可是对社会都很有贡献呐。那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要想清楚啦。我甲恁爸爸，今希望你能安稳平安过日子，安尼我就真欢喜啊。妈，如果要我过得安稳、平安，可是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那过得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人生啊，
不是只有喜欢就好，要看长远。两个人在一起，那是得成家立业的哦。你们一个是护士，一个是消防队员，成天都不在家，那还成什么家？你要跟这样人交往啊，说什么我都不赞成。可是这好不容易才有喜欢的人。阿吉，阿吉，过来干嘛啦？我来啦。哎，干嘛啦？小叶怎样啦？你真的要辞职去花莲吗？之前老师不是说过吗？东部很缺医疗人员，就寄了一张履历表去，就录取了，下个月开始上班。花莲哎，很偏僻又很远，你这样子为爱闯天涯，会闹家庭革命哦。本来想说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，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，让他们不要那么有压力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当作去花莲冷静冷静，等他们气消了再说。龙源，点过哟。德祥，是不是上班去啊？不是，是这位林小姐。姓林没有？小林啊。小林，真正是你嘞吼！小林啊，啊你出了什么代志啊？哈？你讲啥？啊？那提早回花莲，要先回家是不是？好好好，今天晚上的夜车。好，那你告诉我他家地址，我要去给他惊喜。干嘛这样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他女朋友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嗯，花莲。喝个饮料。怎么发现的？就。那医生怎么说？有确定吗？怎么办？文渊，以后我要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不哭不哭，一切都会有办法的。